準備好啦，準備好曬。好啦，起步嘅時候咧，慢一少少，石步之位都唔會太斷，記得包尾位置咧，總係喺中間位置咧，喺尾位置嗰啲咁啊，如意寶嚟噶。好啦，睇下前面先啊，出咗嚟先咧，見到開面猛力推騎咧，就見到妙算威龍啦，拍住就係埋咧，亦都係見到開心富翁啊。第三十位裏邊內檔咧，見到太容易咧，內檔第四位金槍城嚟嘅，開邊第五位咧就唔係好夠快，就俾人掉住走，而條見到又得啦，上翻嚟噶啦。再嚟後邊數落去咧，馬豪情進馬咧，虎將軍啦，後少少咧咁啊，就係咁嘅亮點啦，尾四位置咧就係海旋區。巴美三隻啊，石步之威咧，電下兩隻，如意寶同埋基粒落下嗰只咧，就係宇宙奇兵嚟噶。佢哋放大馬成13隻嘅馬位開外嘅，啱啱過咗去800米段處嘅單騎放領咧，就係呢匹太容易帶嚟兩個馬位啦，守住開邊第二位咧，咁啊黐難噶，見到開心富翁第三位留翻住先，見到妙算威龍咧，又得第四位數落去，第五位黐難嗰匹咧就金槍勝啦，一路上嘅嚟陣虎虎將軍再側跟落咧，麻麻地有豪情進馬，等等地噶啦。咁啊喺尾四位置就係咁啊，嗰匹亮點啦，尾三係海旋區咧，仲有300米殿後嘅，咁啊就係咧石步之威啊，包尾冇變過嘅，咁啊就係如意寶同埋咧宇宙奇兵啊，專隻最後直路咗400零米路程啊！太陽二咧呢度再放一放咧，拋嚟3隻嘅馬位啊！守住後面第二位咧，騎出嚟慢慢啲反應，呢度妙算威龍嚟嘅，中間網出嚟金槍勝裏邊咧，散散地開心富翁咧，成扎馬面湧咧就係咁石步之威同埋咧大惡檔重磅馬如意寶兜到嚟最後100零米啊！開始嚟就太陽二一騎咗上嚟就妙算威龍，開邊如飛殺上咧就好重磅咧呢匹啦如意寶，中間網時啊妙算威龍突圍嘅，開邊我當預算嘅如意寶過多啲食啊，妙算威龍贏赛事跑掂嘅雨宝第三名近啲嘅话，咁啊就海旋区同埋石步之威已经上噶，3、4名啊。